相对而言的话，2.25粒子植入治疗肝癌，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少，大多数患者事后没有明显的恶心、呕吐、食欲降低以及肝功能的损害，只是在术中的话有一些轻微的疼痛，这些疼痛的话是由于穿刺针穿刺到皮肤而引起的疼痛，大多数患者他都是可以忍受的。所以说我们在做粒子植入的时候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粒子植入。总的来讲的话，2.25粒子植入肝癌那么是一种比较简单患者容易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。